轩，快让我看看拍的怎样。以我多年的拍照经验来说，肯定是好模糊啊。你怎么把我的话说了？当然模糊啦，我猜这个相机的年纪比你都要大，怎么不换个新的？我才不换呢，这个相机对我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，它记录了我从小到大的模样，是我珍贵的回忆。对了，我们要不要来一张友情合照？好啊，但是这附近没人帮我们拍呀。你好啊，小猴子。我才不是小猴子。我忘了你们叫什么来着。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，让我带点香蕉告诉你，我们是香蕉家族。那你们能帮我和阿斗拍一张照片吗？很快的。我可是很忙的，你找别人吧。不，宝莲，你刚才不是说今天要偷懒吗？既然你们没事做，那你能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啊，我正无聊呢。太好了。阿斗，摆这个姿势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。啊，我看看。看，我早说要摆这个姿势了。那我们多拍几张再挑挑。你以为我们是爱心人士啊？再给你们多拍几张。哎，要不要？三毛，我们走。等等。你又想干嘛？你拍的太好了，把我和阿斗的气势都拍出来了。不愧是香蕉兵团。那还用说，鸡鸡。侯宝莲，是幸福能量。看到了。我又不是瞎子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你怎么不把相机还回来呀？来笑一个。今天又是无聊的一天。果报，那么快就要睡午觉了？反正今天也没事儿嘛。小静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香蕉兵团抢走了我的相机，采访阿斗。小轩，队友们行动起来，不睡午觉了。虽然睡午觉很重要，但是去帮人更重要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装甲启动。快计划四能量在眼前，怎能够活爆实现。吼吼龙集结，守卫战役，快举手，胜利是守卫战役，装备，吼吼一声团结，吼吼小心，吼吼龙的马血马血，暴龙准备车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多龙越野车。四周有埋伏，我先去侦查一下，确认安全。小姐，我们要等火爆吗？
我们还是直接过去吧。同意，同意。嗯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们干嘛？我还没侦查完呢。等你侦查完，香蕉冰块也走得差不多了。等等我呀！他们怎么看起来像被定住了？有情况。小轩好像在说话。小轩说什么？他说快逃。笑一个，咔嚓。算你们反应快。闪电，小心侯宝莲的相机，应该就是他让小薛和阿斗变成那样的。嗯，知道了，看我的超级速度。闪电，你别过来呀，不然你的队友就危险了。抓住你们了，叽叽。糟了，中埋伏了，我先救人。闪电，我要给你的队友拍照全家福了，咔嚓。二毛，我知道你想称赞我，不过下次吧，现在省点力。看我的暴龙枪发射。二毛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狡猾的火爆，你居然敢偷袭我们。我这个叫兵不厌诈，你还是乖乖的把你手中的相机交给我吧。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吧。闪电，你拍得太慢了，看我的摇摇弹。火爆究竟躲到哪里去了？交出相机吧，侯宝莲。相机给你，别动手。香蕉一号启动。你是赢不了我的，笑到最后的人还是我呀。侯宝莲，你不讲信用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不讲信用是大坏蛋的专属。香蕉局拼命跑吧，我要把你最狼狈的样子拍出来。你的拍照技术好烂啊。龙机甲形态转换。暴龙枪瞄准。算了，先躲吧。威武龙机甲太容易暴露我的位置了。有了，团购帮我激活多龙背包载具。好的，我包。正在激活。激活完成，火爆，去大展身手吧！倒是别逃啊，吉吉！激活多龙背包载具，启动！又藏到哪里去了？粘着弹发射！这粘着弹好烦呐！看来你的相机是拍不到我了。
红唇王发射，想和大树亲密接触吗？小干妈快停下，是交出相机还是接一发摇摇冲锋弹？给你。小轩拿好。哇真是多亏了火爆拿回相机让我们恢复原状，你真是太酷了。不用称赞了，我本来就是那么酷。红火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